终于到了大家非常期待的一期视频，那就是长租短租大比拼。想象你如果有一套房子，你是希望长租它还是短租它呢？我们上期视频也说了，我们买了一套新的房子，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的这套房子到底是长租还是短租呢？大家好，我是 TC。 大家好，我是思伟，可以叫我小秋。我们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我们最近入手了一套新的房子，还在 contract 过程中，也就是还在贷款的过程中，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考虑我们这一套房子到底是长租还是短租。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长租和短租的利和弊，什么样子的人适合长租，什么样子的人适合短租。想知道我们最后决定长租还是短租的小伙伴，一定要坚持到视频的最后哟，结果一定让你意想不到。那在考虑长租和短租的问题上，我和 TC 分别占领了两大阵营，长租阵营和短租阵营。那首先我们就来打一架，看一看到底谁能胜利，然后 TC 也会和我们用数字的方式来分享一下到底长租和短租的投资回报率是什么样子的。视频的最后我们就会告诉大家我们到底决定长租还是短租。战斗开始。Round 1。 我占长租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懒。就是大家都知道长租其实比短租要方便很多，至少在我的想象中，就是你把房子租出去了之后，你就不用干什么，天天在家睡觉也一样收钱。而短租的话，首先你要买家具，你要装修，每个客人进出你要打扫卫生，你要回复客人在24小时之内。就像我们上期分享的，如果你要成为超赞房东的话，你要在24小时之内回复客人，所以其实在精神上还是有很多压力的。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赚钱也是为了自由为了舒服的人，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轻轻松松的挣钱，所以我想要长租。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喜欢短租的原因，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现金流比较高。比如说如果同一个房子3000刀可以长租出去的话，你很有可能短租可以挣到4000、5000甚至6000刀，这个现金流的差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心动的。虽然讲短租在前期可能真的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比如说你要去买家具啊，你要去设计这个家具摆哪里啊，但是实际上你把前期的工作全部做完以后，每个星期在短租上花上的时间其实真的不是很多，就是需要去维护这个房子的时间真的没有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另一方面的考虑。相比之下，如果你是长租，然后你不小心把这个长租租给了一个不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客人的话，那其实你平常生活中的麻烦就可多了。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短租其实可以让你在这个客人挑选上更省心，以及只要把前期的工作做完，每个星期你花在短租上的时间其实并没有特别多。Wrong。 我觉得第二点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体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套房子做了短租，但其实我们还没有尝试过长租，所以如果我们做长租的话，我们学习到了一个新的技能，如何选择长租的客人，如何处理长租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习不同的东西，体验不同的东西。其实已经有一套短租了，再做一套短租，对我来说生活中没有增添什么新的色彩，而我们尝试一个不同的选择，其实是给我们自己多创造了一条路，也在生活中重新加入了一点新的元素。所以说我还是想选择长租。我同意短租跟长租是不同的体验，然后获得不同的体验是对自我成长更好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加个数字进来，其实我就觉得不一定了。如果说你是在基于不做短租，每个月浪费几百甚至上千的现金流的基础上去做这个长租，为了这个体验的话，我觉得那你可以 question 这个体验到底值还是不值。
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去做短租，你把那个 area 的那个体验给了很多不同的客人 versus 如果你去做长租，你把那些体验只给了一个客人， arguably 你可以说就是说你在做短租过程中你把体验给了更多人，是不是说更加分享了这种体验呢？所以我觉得体验确实是一方面，但是你从综合考虑的话，其实短租不一定在体验方面输。Round three， 我也非常同意你说短租其实是把这个区域这个 lifestyle 这个 neighborhood 的体验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 YouTube， 如果我们做了长租，我们就可以把做长租和做短租的对比真实的分享给YouTube 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没有做长租，我们说的所有的话全都是基于别人的经验或者基于书上的，其实都是不真实的。而只有我们真正做了长租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个体验总结经验分享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对 YouTube 前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体验，所以我想做长租，对不对啊？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有长租和都有短租的体验，然后分享给 YouTube 前观众，可能会更加好一点，就是两方面都有嘛。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的话，你也要问 YouTube 的客人，你也要问 YouTube 的小朋友，他们想听长租的还是短租的，对不对？你们想听长租的还是短租的？我觉得很多 YouTube 的小伙伴他们是想听，都想听，是想听短租的体验，因为短租比长租赚的钱更多一点，大家都想赚更多的钱。所以我觉得如果从 YouTube 观众体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短租也是一个非常 make sense 的 choice， 因为我们可以讲我们在这个 location 住短租，在那个 location 住短租，然后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体验，然后不同 location 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这个短租的经营，我觉得你们很想听的，对不对？我相信观众里面也有像我一样非常懒想躺着赚钱的小伙伴，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很多人是支持我的。对，我觉得观众朋友里面也有很多愿意稍微付出多一点点时间然后赚更多钱的观众，你们一定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Round 4。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你做短租累积起来对顾客的那个评价是可以以后再用的，比如说你在 Airbnb 上或者是 VRBO 上做短租，然后你做 fantastic job， 别人给你个那些 rating 啊，给你些那些 review 啊，让你成为 super host， 以后你在做其他短租的时候也可以直接 apply 的。而你如果去做长租的话，非常就是说你一年就租给一个人，然后这些 process 都是 offline， 其实也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房子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然后那个人也不可能就是说给你什么样的评语，对于你作为一个房东做了一个什么样的 awesome job。 所以我觉得短租的你赚的那些 goodwill 其实是更加可以 apply 到之后的你要做其他短租事业中的。但不瞒大家说，其实我们两个手头上的现金已经非常少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两个要在西雅图买房的可能性就相对比较低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考虑开始发展西雅图之外的地区，也就是房价更低的地区。那如果接下来我们要做 long distance investment 的话，我们做短租的可能性也相对小一些，可能会尝试长租更多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个长租的经验，会对我们未来其他的投资长期的投资来说有所帮助。KO。所以大家也非常看出来，我们两个在长租和短租的争斗中，其实就是两个种类的性格和两个种类的人所造就的。我是一个相对比较懒，希望 minimize 我的 effort size， 希望降低我的努力成本，然后也可以挣到一定我自己满意的收入就可以了。而 TC 他是希望自己不断加入，用他的努力，用他的 effort 来挣钱，这是我们两个争端的主要矛盾点。也就是从性格角度上来说，视频前的你比较接近于我，比较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太多的烦恼和压力，同时还有一些收入的话，可能长租会更适合你。而像 TC 这样子勤劳勇敢的人民，他愿意用他的努力，用他的勤奋来获得相应的收获的话，那可能短租会更适合你。对，之后我会分析数字的，大家
也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勤劳勇敢是值得的。那大家，我现在就仔细的跟大家分析一下，用我的汗水、我的努力、我的勤奋，到底能多挣多少钱？我们会怎么样去讨论这个呢？我们会先算短租比长租到底多挣多少，然后我们再会算短租比长租你到底会需要付出多少努力，这样子你就知道你多付出的努力可以让你多挣多少钱。首先，你多挣多少钱呢？我们算了一下，我们这个手上这个房子大概短租出去的话，每个月营业额大概是$4,800左右。如果是长租出去的话，我们估计每个月的营业额大概是$3,000左右。这个$4,800和$3,000相差了$1,800，但是这个$1,800并不是这个收入差，因为如果你去做短租的话，你是需要比如说前期去买家具的，然后你每个月你还需要付水电费啊， supply 啊，然后你要买更贵的保险啊，然后客人损坏你家具的几率可能更高一点啊，你这些都要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些全部考虑进去的话，其实你每个月短租比长租大概多挣了$900。这个$9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一年你做这个房子的短租比做这个长租大概多挣$11,000。2918就是$18,000吗？对，$18,000，就是大概是$11,000。这个$11,000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如果算这个房子总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的话，短租的总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包括这$11,000，大概是23%至25%左右。如果是这个房子算长租的话，不包括这个$11,000的 cash flow 的话，你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大概是17%至19%左右，中间差了6%，就是因为这个$11,000的差别。好了，这就是收入的差别。你为了这$11,000，你是需要多付出多少 effort 呢？我们也可以算一算，对不对？如果你是短租的话，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你最开始买家具啊、装家具啊、set up 那些东西啊，你可能需要花大概是100个小时左右，差不太多吧。然后你每周你需要花大概2至3个小时去跟客人交流啊，或者是检查一下卫生啊，或者是跑一些其他的 errand 买点 supply 啊，大概是2个小时一周。如果你这样平摊下来，相当于你每一年会花135至140个小时在这个 Airbnb 上。而你做长租，你是不需要花这么多小时的，你只要把 listing 放出去，找到一个客人，偶尔跟这个客人交流一下，如果不是很坏的客人，很坏的客人可能不付你钱，你可能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考虑那个 scenario， 大概我们估计了一下，你每年可能就是花个20-30个小时，也就是说你长租你需要花130-140个小时，短租你需要花大概每年20-30个小时，这样子中间差了大概100至110个小时，而这100至110个小时也就相对应让你挣了大概那$11,000，平均下来每一个小时大概是$100。所以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短租就是在长租的基础上你还要多付出100个小时，每年每个小时可以让你多挣大概$100。所以100块钱的时薪可以满足你吗？100块钱的时薪转换成年薪的话，就相当于是$200,000一年，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个付出比。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像我这样子，虽然 NTC 说的我可能每年要多付出100多个小时，其实在我脑海中因为有这一件事存在，比如说顾客会不会不满意，顾客会不会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就是在我脑海中会有个焦虑感。这个焦虑感不是只存在于这100个小时之内的，对，它是一个 constant， 是一个无限的焦虑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 anxiety。 对，所以说这样子来算的话，其实时薪是低于$100。对，而且我们算这个$100也是很多很多假设的前提下，比如说 Airbnb 你每个月挣不到4.8，比如说你 Airbnb 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维护，或者是长期你碰到一个坏客人，其实有很多很多 assumption， 这样算其实是不一定准确的，但是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投资回报比给 quantify 出来的一种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觉得这个100刀每小时从心理角度上来说对你值不值。第二点就是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现在挣钱的工资，对比一下这100刀每小时，如果它已经超过你现在每小时的工资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它如果低于你现在时薪的话，也许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对，我觉得第三点可能就是你是不是喜欢这件事情。我认为赚钱都还是最终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如果你在赚这100刀每小时的过程中你是开心的，你是在学习一个东西，你是在体验一个不同的体验的话，那其实挣多少钱都不是一个问题。对，只要你自己开心，我觉得不挣钱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而如果这100刀让你啊，我要想着去跟这个人沟通啊，我要去想着买东西，让你产生焦虑的话，其实我认为挣多少钱都不一定值得你这一份付出。还有这100刀是根据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算出来的，不同的地区它房价不一样，它爱彼迎的租金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能要根据你自己当地的情况来重新把这个数字算一算，说不定当地你的这个价钱，你的时薪可能是200刀、300刀，可能就不一样了。而如果换一个可能房价更高一些地区，那可能就是低于100刀。我觉得你要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再重新来评估一下这个短租和长租之间的差距的价值。那视频的最后，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套房子最终决定是长租还是短租呢？噔噔噔噔，长租，长租。那为什么我们决定长租呢？我觉得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老婆说的话，听老婆的。第二，我觉得小秋之前讲的那一点，就是说我们没有长租的体验，然后去做长租的体验，会觉得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收获。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收获、不同的体验，对我们两个来讲都还是很重要的。第三，其实长租会让你更好的之后贷款买房。什么意思？因为你如果是长租的话，长租每个月比如说带来个3000块钱的收入，你可以直接算到你下一个买房的收入里面，让你可以借更多的钱去买下一个房子。如果你是做短租的话，你每个月就算有5000刀，银行也会要求你这个5000刀是有2年的 history， 他才能把这个5000刀算到你的收入里面，才可以让你借更多的钱去买房。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讲，长租会比短租要更好让你去借钱买更多的房子。然后也因为这三个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听老婆的，我们决定这个房子做长租。然后之后长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体验，然后跟短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同，我们也会继续做视频分享。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我们手头上的现金确实没有剩特别多了，我们接下来会考虑在华盛顿州外开始看一些是不是有好的地方可以投资。如果小伙伴们有想要了解的地区，或者你已经知道哪个地区可能投资比较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根据大家的问题做不同的调查，也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且我们俩可能都会去当地住一两个星期，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来和大家分享是不是适合买投资房。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喜欢我们的频道的内容的话，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并且把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见哟，拜拜拜拜。还有啊，你还有内容要讲啊？我还有很多内容要讲，那我还要讲出点来跟你 argue。我有很多数字分析要讲。数字不在 argument 里面。对对对，之后我们 argument 讲。你告诉我 round four 你还要讨论什么？没有，我其实我的 strategy 就是看你有什么，我就 address 你。那你这个不棒的，我现在没有东西要讲，你先来出一招，让我来 address 你的。你先来出一招。我来出一张哈。没有了，就说没招了。嗯，没有了，你就说没招了。我等一下，我想一下。